家要等候入院。咁喺加拿大嘅情況，今日落雨又等咗十日，咁醫護人員咧可唔可以咧就對於個情況有所改善咧，同埋對於嗰種嘅病人咧嗰個數字有幾多咧？如果講到嗰個香港測試嘅情況咧，葉長官就係以前都解釋過啦，我哋都係試過不同嘅方法，咁我哋係有不同嘅測試方法，咁我哋亦都咧係能夠咧好準確咁揾出一啲確診嘅患者嘅，咁嗰個係咪收到嗰個情況咧？我相信我哋都要作出宣佈。